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花 Jennifer， 我是整純素甜品的。我这两个都是香蕉牛肉糕，蛋糕是无蛋的。但是为什么无蛋都可以发得起呢？就是用了香蕉蓉，就香蕉打蓉去烂它，就变了香蕉蓉。其实它的 texture 跟鸡蛋很像，我不用牛奶，我就用这个植物奶。植物奶也有很多种的，我就用了椰奶。咁除咗椰奶咧，其實大家都可以用杏仁奶啊、豆奶啊、燕麥啊、禮物奶啊都可以嘅。咁而家其實都有教班嘅，係啦，教純素甜品都好多人啊，都有每次都有十幾人嚟學噶，係啊，咁佢哋學完都好開心啊，冇蛋冇奶一樣整得咁好味。真係令到呢個地球耗損咗好多好多膠袋。